不得不承认，日本的确是一个先进的国家，尤其是日本的美女机器人，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。正是如此，这款女性机器人一经问世，就让不少人想入非非。人们纷纷好奇，她脱掉衣服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日本这款美女机器人可以说是满足了宅男们所有的幻想。她们的外形都是仿照真实美女模特的面容来制作的，因此她们的五官非常的精致。她们的皮肤采用的是最先进的硅胶材质，触摸起来手感非常的舒服，因此不少人动得歪脑筋，纷纷好奇，不知道这些机器人在脱掉衣服后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，还真有人这么干了，将机器人的衣服和硅胶层脱掉之后，内部的结构令人意外，因为里面都是电路板。虽然这个机器人做的还是很有女性特征的，不过这满是电线的样子还真是让人一眼难尽呢。因此当这款女性机器人的内部结构曝光后，不少网友失望道，原来就长这个样子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美女机器人除了能简单的交流，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哦，所以说机器人能做到这样已经够可以的了。好了，本期的一轩科技到这里结束了。